好，因为他们换衣服需要一些时间，我就来讲个笑话好了。好，从前有一头公鹿，然后越跑越快啊，越跑越快，越跑越快，然后变成高速公路了。然后还有，从前有三个人叫彼得、永进还有奇恩，他们三个在幼稚园，然后我们的肚子饿了嘛，就跟老师吵着说要吃糖。他们说我要吃糖，我要吃糖，糖糖糖糖糖糖糖。然后叫累，那个永进叫累了，他就先走了。然后叫着叫着，奇恩也叫累了，然后他也先走了。然后最后圣彼得大教堂。好了好了，啊，那我再讲一个，再讲一个。这边有一艘船，那我进去之前我要先说什么？这里有一艘船，那我进去之前我要先说什么 ？Online， 对 ，Online， 因为《仙境传说》Online。好，冰块最想做什么事情？冰块，对不起，退伍，应该当兵很久了。有一天，潮男在路上打了一个潮歌。好了没啊？好了吗？没有了，没有了。